为什么派林怀恩去支援冷冻库？他是新人，而且一直表现得很积极，想学习，所以我才给他这个机会。把他关在冷冻库就给他机会吗？你知道如果我晚到一步，他可能因此没命啊。不是，是因为冷冻库的门坏了，才会出现反锁的问题。我已经跟总务室反映了。这个时候你还跟我狡辩啊？我明明就听说是人为因素。人为？怎么可能？总经理是听谁说的？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有数。我现在警告你，以后我不要再听到或看到办公室之间有同事被欺负的事情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出去。好羡慕哦，我也想被男生拥抱。哦，今天晚上不知道有多少女生会失眠了。林怀恩是什么鬼啊？一来就把我们的男生拐跑。总经理说的，做好自己就好，别人要怎么说是他的事。下午茶时间到了，大家想喝什么饮料？我来订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怀恩，你想喝什么？今天我来请你们。怀恩，这是很好吃的网红饼干哦。谢谢萱萱姐。哦，对了，怀恩，如果之前我们有做不好的地方，请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让总经理误会我们啊。没事啊，大家都是好同事嘛。那我来帮大家订饮料，你想喝什么？波霸奶茶。你们呢？波霸奶茶，我也是。好好。